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你听妈妈说嘛，悠悠啊，悠悠，悠悠，出去，悠悠，悠悠，出去，妈妈，妈妈，哎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看我的衣服都不见了。什么衣服不见了呀？就裤子。哎呀，明天是球赛，我的衣服都不见了，全都变成裙子了。你在叫什么呢？妈，这悠悠的裤子还有那些踢球的东西都不见了，我扔了。为什么？悠悠，能不能好好的说话？孩子是不是要有礼貌啊？让人家听见了，人家以为我们家没有教养呢。不是，妈，你为什么要把孩子那些衣服给扔了呀？你说他成天穿的不男不女的样子，我指望着啊，以后能抱孙子呢，不想你把一个女孩子当男孩子养。妈，你别这样跟孩子说话。你再说了，这些是悠悠自己喜欢的。是你惯的。我培养了两个博士生，妈妈得出的经验，要想孩子优秀，你就是不能惯。我这也是尊重他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能培养一个世界冠军啊？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这不是我们家的路数啊。你要觉得你管不来的话，我来管啊。不准再叫了啊！来拿这裙子，听见没有？悠悠，悠悠，悠悠别哭了，悠悠啊，悠悠不难过了，妈妈明天给你买新的。全是橘子，我明天怎么比赛？我们明天也是在场外加油，你看你上次摔伤还没有好呢，我们也不能上场的。吴老师和小爷妈妈都说你好，可是妈妈你真的还没有。为什么表哥也说什么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能？都怪你没有姑姑厉害。我出去，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你听妈妈说嘛，悠悠啊，悠悠，悠悠，出去。悠悠，悠悠，出去！悠悠，你开门呀！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你开门啊！你出去！